3D 技术一日千里，德国研发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出一个名为 Prototyper 的胶带枪。研究人员示范操作，透过将胶带塑造成管状，衔接管子和管子之间，三两下去就组合出一个沙发和茶几，让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比例打造出家具模型，更有效地规划空间。